在台北讲经的时候，距离我讲堂不远呢是世新专科学校。世新呢有这个好像有这个影剧这个科系，他们同学来听了经之后问我，做将来做演员有没有不因果，我说佛经讲得很清楚，他就改科系了，就不念了。这聪明，很聪明。正机善人，对于好人好事，他嫉妒成恚，败坏邪名，这个好人好事，他总是从当中破坏，不能够成人之美，不能够随喜功德，他在那里造恶业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，这是狂妄到了极处啊。那么这里面所说的不仅仅是这个社会大众啊，连佛门里面都不例外。出家人为佛弟子，不但是出家，在家也包含在其中。佛在观经给我们讲三福啊，我们要修福，佛教给我们三条，第一条里面是讲人天福报，佛给我们讲了四句，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福报是这么修的。孝亲尊师，这是根本的根本啊！人不孝亲不敬师，其他都不必说了啊！纵然做得很像样的，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啊！从什么地方看他真实的呢？从他看他孝不孝顺父母，所以这是这个四种弟子都包含在其中。那么特别这是出家的时候，这是为己有道，那这是大妄语，所以是为德跟人家说自己已经得了啊，这属于大妄语。大妄语果报在阿鼻地狱啊，这个是毁坏佛法，欺骗众生啊，横行威势，轻易于人啊，这是侵犯别人的。于人未尽，无自惭惧，惭
是忏悔，这个惭愧，自己没有惭愧心啊，具是不怕因果啊，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因护。那么这样的人，就是作威作福，啊，甚至在佛门拿着佛的招牌，造作一切罪业，欺骗了在家信徒。啊，争名夺利，他怎么果报不现前呢？难道佛菩萨不灵吗？啊，这个是俗话说的，这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！啊，为什么说时候未到呢？他今天造作罪业，他前生修的大福报，那个福报在这撑着他，这个福相完了，他造的这个罪业恶贯满盈，报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今天他还没有现前的时候，是赖他的前世福德因护，因是经营呢，在保护着他，是这么回事情。今世未恶，福德尽灭，啊，他现在造的恶，他这个福不但不能增加，而且那个福是大速度的在损失，啊，在趋于灭尽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。受命宗尽，诸恶扰归。啊，等他受命尽，他的恶业现前，所作一切恶业，通通要受报。啊，决定不是没有果报啊！世间人民习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至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违逆反逆，譬如冤家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放之友善，但求是美，如何地图不识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小见。那么这个几段呢，都是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现象，特别呢值得我们自己认真去反省。啊，佛所讲的这些重过呢，我们自己有没有？习以使心智不定。啊，我们俗话说，没有主张，没有主意，啊，心神不定，懈怠是懒惰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必然是一事无成。啊，我们知道，事出事法要想成就，第一个条件呢是要立志，啊，就是我这一生
我有一个努力的方向，有一个奋斗的目标，你会得到。世间人有人求名，他能够成名；有人求利，他能够获利。为什么呢？目标专一。这个三心两意不行。学道也是如此。目标也要专一。佛门宗派很多，修行的方法很多，只能取一个，不能走两个路子。这从前善导大师说得很好，如果求解，你可以多学一些法门，你求明理，求解，各种东西都可以涉猎，可以多听听。如果讲修行呢，那只能走一门，路只能走一条啊。认识路可以多认识些，你走的时候你只能走一条，你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啊。所以行门呢，决定是一个，你才能够达到目标。那么这是从原理原则上说，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，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宗派那么多，法门那么多，为什么要叫人念佛求生净土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个里头确实有难易不同。你比如说参禅，他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这个东西难呐，不容易呀。要想见性，那么我们真心本性为什么见不到？佛说这里有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见思烦恼是一种，尘沙无明又是一种，根本无明是最后一种。你要把这些烦恼断尽，那就明心见性。这个可以试试看。断见思，断尘沙，至少破一品无明，这才叫明心见性。古时候还有人能做得到，现在没有人可以做到。不要说破无明了，破尘沙了，见思烦恼都没有办法断。所以诸佛如来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叫待业往生。我见思烦恼一品都不断也行，这个法门的殊胜在此地。所以这个法门容易，其他法门难。这是佛为什么要劝勉我们。那么这个一句关系重大，习以懈怠，如果我们犯了这个毛病，就是念佛都不能成就，都不能往生，这要特别注意。不肯作善，这个
不肯做善的人，就是真正没有福报的人。世间人，中国人、外国人都一样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？财富对人呢，真的是多多益善的，没有人怕多啊。哪一个人不求聪明智慧？哪一个不求健康长寿呢？都求啊，能求得到吗？佛给我们说，决定求得到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你要懂得道理，要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，是有求必应啊。财富是果报啊，有果必有因，你修因呢，一定就得到果报啊。财富的因是什么呢？是布施啊，财布施啊。啊，刚才讲的范蠡的故事，越舍越多啊，啊，他舍是重因呢。学的心非常清净，学的自然，没有一丝毫留念，所以他得的果报来得快，得的果报特别的丰满啊。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。法布施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凡是我们自己知道的、熟悉的，无论是事法或是佛法，都很欢喜乐意地传授给别人，教给别人，自己绝不吝法啊，毫无保守地传授给别人，增长聪明智慧。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微不食是因呢。观世音菩萨是大无畏者，众生有恐怖、有困难、有害怕，我们帮助他、保护他，使他心地能够安稳，离开一切恐怖，凡是这一类的都叫做无微不至。无微不至里面做得最彻底、最究竟的，无过于素食，不食一切众生肉，不恼害一切众生，果报就健康长寿啊。所以你明理知道方法，肯这样去学，肯这么去做，这三种果报你一定得到啊。
所以要知道啊，做善，啊，要欢喜做善呢，这才对。啊，这个不肯做善，那是真正的没有福报。啊，这至身修业了，至身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修养。啊，不能在个人身心修养上下功夫，底下这个业是事业啊，对于自己的事业不能够专心去经营啊，这是错误的啊。现在人讲敬业的精神呢，他没有啊，父母教诲呀，他也不听啊，违逆反逆啊，这是违背父母的教诲。那么家庭里面就譬如冤家啊，不如无子啊，这个父母对儿女如此的失望啊，父恩为义啊，这个孩子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呐，无有报偿，不但不能够养父母，而且是放肆游散，成天在外面流浪啊，不回家的这一类的人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中国外国这种现象呢是越来越多了啊，以前有不多很少，现在很多，几乎到处都见到啊。但求是美啊，这个美是指美味好吃啊，啊，好吃懒做啊，啊，这样的人啊，如何抵触不食人情啊，脾气怪拗啊，粗鲁跋扈不讲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食人情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小见，就是没有办法劝导他啊，善言他听不进去，好话他不能接受啊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一禅体啊，一禅体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没有善根啊，佛也没有办法教导他，所以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那么看看现前的社会，佛在3000年前把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么我们对这个社会现象虽然很痛心，虽然很感叹，但是不能灰心啊！为什么呢？这3000年前佛就看清楚了啊！我们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如何拯救自己，如何帮助别人，这才是大事啊！佛家常讲的大事因缘啊，天地之间
五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，生死当知，无谁待着。这个五道就是说的六道啊，六道为什么说的五道呢？不算阿修罗就是五道啊，所以佛经里面有说五道，有说五趣啊。那么大乘经上常说六道，楞严经上讲的七道。数目字虽然不一样，事实完全相同啊，就是一个是归纳，一个是展开详述啊，详细说明。那么说六道呢，阿修罗就算一道，说五道呢就不算阿修罗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在楞严上讲得很清楚，这个阿修罗啊，天上有，人间也有，畜生里头也有，是恶鬼里面也有，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。所以除了地狱，其他四道里头通通都有阿修罗啊，在哪一道呢就算哪一道啊。如果讲六道呢，那个阿修罗啊，是专门讲天上的阿修罗，啊，这个人间以下的那不说，啊，就天呢分成两类，啊，天跟阿修罗，啊，六道是这么说的。这个七道呢，再加上仙人一道，仙道，通常仙呢，我们也不算它是一道，仙有天仙。天上有仙人，人间有仙人，畜生里头也有仙人啊。你们常常看那个聊斋词不语啊，这个狐狸也可以成为仙人，修成仙人呢，那是畜生里头的仙人啊。所以仙人呢也是分散在各道里面，他是哪一道都算哪一道啊。楞严讲的特别详细，把他们也算一道，叫七趣啊，这是讲的最详细的。所以诸位看到经上讲六道也好，七道也好，我通通是一个意思啊。那么这是讲的五道啊，就清清楚楚啊，天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五道分明啊，五道怎么来的呢？善恶报应的现象，心善，行为善，它就一定生到人天两道，这是善道。心恶行恶，他就果报在三恶道。同样啊，像是人道，人里面有贫富贵贱不等啊，这个叫别业不同。通通到人道呢，这叫共业了，这个果报是相同的。但是每一个人在过去生中所修的善福不一样，修的福大的，那这一生在人间里面就享福。如果修的福少，那就要受很多困苦艰难的折磨。
这些因因果果非常复杂，祸福相衬啊，祸里面有福，福里面有祸，这个真正要慧眼才能看清楚，才能够巧妙地运用。祸里头有福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生活非常困苦，三餐不济，这是祸，没有福啊。这里头哪来的福呢？在学佛念佛的人呢，他就有福了。成这个机缘呢，万缘放下，老实念佛，往往他很快的成就。这是真的有福啊。所以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运用啊？会用啊！佛给我们讲啊，以苦为师啊，苦是在讲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往生净土的心，想见阿弥陀佛的心更恳切，往往啊反而得福了啊！享受人间富贵的人，虽然念佛很难往生，那就是福里头有祸啊！为什么呢？他太富裕了，太享受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好，没见到，他不想去了。纵然念佛有口无心，不相应啊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类似这个太多太多了，这些都是自身自当之。无谁代之，谁都不能代替谁。佛门里头有个话说：“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。”谁都不能代替谁。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要认识，要认真努力。有一些学佛的同修有一个很大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什么呢？佛菩萨靠得住啊，我靠他就行了。佛在这里讲得清楚，无谁代的，这个谁包括佛菩萨，佛菩萨也不能代替啊。楞严经上就说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，阿难尊者，这是佛的堂弟呀，释迦牟尼佛堂兄弟一共八个人，世尊是老大，阿难是老八了，最小的小弟呀。阿难多闻第一了，不修行呢，脑子里头打妄想啊，你们要修啊，你们不修不行啊，我老大哥是佛，到时候他就把三摩地、四摩他给我了，我不要修的了。
有靠山呢、啊。这遭到摩登千里之难，这才晓得大哥靠不住啊。这就说明了，一定要自己修，所以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了，没有人能代替的。那么《地藏经》上给我们讲修福，讲超见修福啊，那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这要搞清楚，不搞清楚就变成迷信了啊！经上讲的明明白白，是我们家里老人过世了，我们给他念经啊，他要不过世我们就不念经了。念经谁得呢？自己得了，所以说七分功德了，六分自己得了，他只得一分呢。他那一分是怎么得的呢？是因为他走了，给你这个缘分呢，叫你念经，他就沾这一点光啊，其他的都得不到啊！啊，所以你念七遍了，嗯，他算得一遍的福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是不是真的得一遍福呢？不见得，他只得个缘而已。啊，叫你念经，叫你修行，叫你成就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你念的人还要诚恳，还要真心，他才有利益啊。所以我们看经上的例子，婆罗门女、光目女，婆罗门女念到一心不乱，怎么知道他一心不乱呢？他在定中啊，去参观访问地狱，无毒鬼王说得很清楚，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能来，一个是菩萨他来参观的，另外就是受果报的人，除这两种人不能到这条来的。那么光目女的成就呢，一定是得一心不乱，才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个婆罗门女，光目女是在梦中见的境界，那功夫啊比她就差一等，在功夫成片，才有这个效果啊！啊，你自己认真。如今依教奉行，修行正果，那个轨道里头啊，一看，哎呀，某某人啊，他是某菩萨的父亲啊，是某菩萨的母亲啊，这个鬼对他要另眼相看呢、啊，尊敬他了，就这么回事情，他得的福报就是这个。所以他能够离开地狱道，离开鬼道啊，升到这个桃李天，这是尊敬他啊，奉承他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只是敷衍塞责，念几部经，有口无心，他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超度佛事有理论有方法啊，确确实实能将卧道的这个家亲眷属使他脱离卧道，升到人天善道啊，这个是真的啊。
如果说是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们诸位想想看，我不必说了，能不能做到？如果要能做到，我们还要修什么行啊，念什么佛了？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天天给我们念超度一下，我们不都去了？所以到这个地方要晓得，佛讲真话了，没欺骗我们呢。啊，身自当者无谁代者啊，他这个求生西方净土是自己的事情啊，佛菩萨不能代替啊。要能够代替的话，尽虚空变化界的众生通通都生西方啊。那要不生西方，佛还叫什么慈悲啊？啊，佛就不叫大慈大悲了，佛也没法子啊。佛只能够把方法理论教给我们，事情还得我们自己干。这个是个正理呀，啊，所以不像呢，这个其他宗教说是信了就得救啊，我们佛门信了不得救啊，啊，解了也不得救啊，一定要行呢，行还要功夫相应才得救，不相应还不得救，啊，这个才给你讲这话。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之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独度脱，获其福德。那么明白这事实真相之后，佛这一段的教诲就很重要了，一定要记住。若是假设能自己于其中，就是于现代这样一个复杂恶劣的环境之中，这种无住卧室啊，住卧到了极处了，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，重要的是一心之意啊，意是念头啊，智是克制啊，啊，所有一切恶念都要把它克服。端身正念，端是端正啊，啊，守礼守法，对于佛一切教诲我们记住，遵照教训去做啊，端身正念。这个正念呢，特别在净宗法门，正念呢，就是心里面时时刻刻都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正念。如果佛念没有了，我们的念头啊，一定落入在邪念啊，不正则邪。邪正都没有呢，都没有落在无明里头，叫无记无明啊，无明这个果报愚痴畜生道啊。总没有办法脱离三恶道啊，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就非常非常要紧。言行相符，所说的跟所做的要相应，不可以口是心非也。
祖祖之臣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都要真诚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，我真诚对人，别人欺骗我，那我们不是吃亏上当吗？可是自己想想，我们吃亏上当能够上当多久呢？纵然吃亏上当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情而已啊。往后啊，到西方世界就做佛去了。那么眼前吃亏上当值得了，何必去计较呢？眼前不肯吃亏，不肯上当，来世还搞轮回，还要讨债还债啊，生生世世搞不完的，这不是聪明人啊。所以我们只是用真心，用什么心对佛菩萨，就用这个心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求生净土。独足诸善，不为众恶。大家都做恶，我不做；大家不肯做善，我一个人做善。常常要想着，大家都搞六道轮回，都往三恶道去走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他了？学佛就是要学觉悟，学佛就是要学聪明啊，不做糊涂事啊。我们看别人错了，以善巧方便提醒他，警惕他，忠告他，他不能接受，那就罢了。语言不成熟，他能接受很好，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增上缘，帮助他回头是岸。所以知道是善事，知道是好事，我们一定要做，要认真努力地去做，不怕人耻笑，不怕人阻挠，这个善行善事对社会对大众决定有利益的，不为众恶。所有一切，不但我的事不能做，我的念头都不能生。深度度脱，获其福德。谁度谁呢？自己度自己。真正所谓的是佛不度众生啊，佛只是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说明，明了之后路是要自己走的。从小为起，成大困局。这两句是总说，下面取出四例详细说明。
小威仪，小的迷惑颠倒啊，如果不在这个时候觉悟，不在这个时候回头，这时候回头容易啊，那么辗转变成大悟那就麻烦了啊。底下讲呢，借由贪著财色，不肯释慧呀。啊，这个是六道众生的病根呐。啊，这两个字是病根，必须把它舍弃掉。我们晓得。每一个念佛的同修，就像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啊，都修佛了，都念佛了，就单单讲供养诸佛如来。那个数字都无量无边了，为什么没往生呢？就是这两个字障碍了，没有放下了，所以今天还是这么一个样子啊。如果这两个字放下了，早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今天已经是佛，已经是菩萨了，哪里是众生呢？这就被这两个字害了。要真正觉悟啊！啊，无量界的修行不能成就，坏在这两个字。我们这一生当中，这两个字还不能彻底把它放弃掉，这一生呢，依旧靠不住。过于自快，无福取之；痴欲所逼，后积增利。富贵荣华，当时快意。不能忍辱啊，不务修善，为事无己，随意磨灭，天道世障，自然就局。这个自然就局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良心的责备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神识，必定有这个果报。这个几句都不难懂啊，意思很清楚很明白啊，贪财贪色，不肯布施，讲求自己的享受啊，过于自快就是讲求享受啊，这个里面邪正是非善恶，自己不能辨别，就是无福取之的意思。这个叫愚痴啊！啊，后积增利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人讲自私自利。争名夺利啊，富贵荣华当时快意，这个当时快意不能够保持长久，而且
富贵享尽之后，这些恶业就现前了，不能忍辱。这个忍辱就是不能够忍耐啊，这是大错特错啊。富贵人能够对于自己享受能够节制能够节俭，就是忍耐。他的富贵就能够长保啊，借自己生活过的节俭呢，能不失啊？那这个福报绵延就长久了啊，一面享受，一面又在修福，又在积德，这就对。这不能忍受，那就要一次享尽啊，很快就爆掉了。不肯修善了，换句话，他的福报就不能再增加了。啊，为时无及，这个无及是指时间不长啊。啊，作威作福的时间很短，啊，随意磨灭了。天道是章自然就据，天道是讲的天理啊，自然就据是讲的人情啊，天理人情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，你这个必定呢有果报的啊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啊，这个博爱两个字是出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许多的这个成语都是佛经上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对于中国人生活层面的影响都非常的深啊，对圣人一定要尊敬，要仰慕，要效法啊，他能成圣我也能成圣。对善人善事我们要敬重，我们要尽心尽力成人之美啊，这就佛法里面讲随喜功德，成就他的善就是成就自己的善啊，自他不二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要培养仁慈博爱的胸襟，这个是真正幸福美满的根源啊！我们要幸福美满，根就在仁慈博爱。仁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会想到别人，想到天下一切众生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此地。